欢迎咱今仔日啊，第一件事就咱三个组织要来敬拜，咱要来和乐，因为咱确实咱要借着敬拜甲和乐，互咱得到真正平安以及真正喜乐。咱来三个来一首对厝的人有幸福。
来的状况。真巧，在上帝安排中间，到伊病院照顾伊的妈妈。在伊病院中间，伊看见着上帝的话语，伊的心就希望上帝。伊就开始真主动的去敲找教会，参加教会课程，而且参加小组，然后伊决定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伊生命的救主。然后伊开始参与着教会制作的时间。有一天，伊家己的好朋友讲：“哇，原来信上帝这么好，因为在以前我有很多困难，总是信上帝了后，我是完全的得自由，我就得到喜乐。”是，耶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甲咱讲：“伫听内底，咱无惊吓；伫听内底，咱无惊吓。”耶稣的姊妹身体真艰苦，要离开世间的前一工暗时的时阵。嘴裡在說的是帶我回去，帶我回去。那對著這位姊妹的心中，咱看見到真漂亮的信仰見證。親愛的兄弟姊妹，咱每一個人都可以照著耶穌基督得到他永遠的冠名。你說信靠耶穌是不是真正甜蜜的？是不是？是。請咱三個來唱這首信靠耶穌真正甜蜜。上帝稳定，高扬难言。咱三个来唱这首《稳定高扬》。